亲爱的朋友，现在我来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从前有一个人，他从来没有做过错事，从不撒谎，也不骂人，他讲的都是对人有益的话。他是个完全的好人，很多人都爱他，并且愿意听他的话。这个人呢，他很有本事。有一次，他的手指碰到一个瞎子的眼睛，这个瞎子马上就能看见东西。有一次，他说了一句话，就是使个生麻风病的人完全好了。这些事对他来说，简直是一些芝麻小的事。他还做过比治好病人更大更难的事呢。有一次呢，一群人抬着一个年轻小伙子，但是那个人已经死掉了。那些人正准备去埋葬他，但死人的妈妈哭得特别伤心，她看到了，怜悯心马上发出来，于是她走到他们那里对那个死人说话。那个死人马上就有了喘气的声音，接着就爬起来，成了活蹦乱跳的帮小伙子。所有的人看到他时，死人活了过来，都很高兴，也很惊奇。朋友，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告诉你，他是一个好人，但是那些作恶的坏人却不喜欢他。有一天，那些坏人把他抓了起来，把他带到官帐那扎，说谎话、诬告、陷害他，用带着铁钩子的鞭子来抽打他，把唾沫吐到他的脸上，然后把他钉上十字架，用钉子把手和脚钉在木头架子上挂起来。这个好人就一直被钉在木头上，到死为止。他很能干，但坏人要杀害他，他却不还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愿意为每一个做错事的人而死。他快死的时候说：“神啊，你宽饶了他们吧，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。”然后他就死了，并且被人埋葬在别人家的坟墓里。但是他在坟墓里没有待多久，到了第三天，他又从死里活了过来，并且来到了人间。他的学生看见他，和他说话，他就告诉他的学生说：“你们要照着我的话去做，而且去要交给别人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只要是信我的人都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。”我讲的这个人是谁呢？他就是耶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神专门派来拯救阿门的。神创造了世上所有的东西，神他喜欢每一个人，所以派耶稣来拯救阿门。只要是信耶稣的，神会保佑他。当人死的时候，耶稣会带信他的人到圣那扎去。耶稣是神赐给阿们的，阿们一定要相信他，他会除掉阿们做错事所犯下的罪，他会给阿们新的生命。在圣的国度里，他为阿们准备了一个好地方，只要阿们相信他，就一定可以上天堂，到圣的那里去，跟圣在一起，享受圣给阿们准备的一切。朋友，现在我要告诉你神儿子被钉十字架的情况。当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他走遍城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消息，有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斥责众人的罪过，不论是平常的百姓，还是当时有势力有地位的法利赛人，或者是撒都该人，耶稣在他们中间都深得人心。不论他到哪里去，都有一群忠实的门徒跟随他。当法利赛人看见耶稣深得人心的时候，他们心里边有一种妒忌的恶念产生。有一天，一群从祭司长和民间长老
拿利奈的人抓住耶稣，把他带到大祭司那里去责问他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吗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。大祭司愤怒斥责他为狂妄自大的人，于是决定要处死他，并动手狠狠打耶稣，开口辱骂耶稣。他们不承认耶稣为神的儿子。第二天清晨，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从无人到深处，遍地一片黑漆。那时耶稣大声喊着说，父亲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说了这话之后，气就断了。这时日头变暗，殿里的幔子从中间裂开，成为两半。这时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。聚集观看的官长看见所成的这些事，就说，这真是神的儿子。到了晚上，耶稣的门徒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取了耶稣的尸体，用细麻布裹好，安放在坟墓里边，又用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墓门。过了安息日，也就是星期天，有很多妇女买了香膏，要去抹耶稣的身体。清早出太阳的时候，他们来到坟墓那里，发现坟墓的石头已被挪开，他们就彼此说，谁帮我们把这巨大的石头挪开了呢？于是他们进了坟墓，看见一位少年坐在右边，穿着洁白的袍子，就非常惊奇并且恐慌。这时候那个少年人对他们说话了，不要惊恐，你们要找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拿撒勒人耶稣吗？他已经复活了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，人已经不在这扎了，你们回去可以把这件事告诉他的门徒。后来耶稣的也是一个门徒，作息的时候，耶稣复活的身体就向他们显现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天国的消息给万民听，相信并且受洗的人必然要得救，不信的人必定要被定罪。主耶稣对他们说完了这些话，又被圣提上天，坐在圣的右边。主耶稣去圣的那里已经为俺们预备地方，他应许总有一日他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，只要我们信靠和顺服他，俺们将不会在烈火中被煎熬而受痛苦了。